Tony and Nina 爱在肉麻时，两个人认识要追溯到1992年啦。陈振聪讲过，识咗第二日已经上门同对方按头，识到第七日就同对方按身。陈振聪曾经讲过，爱上一个大自己23年嘅人系冇罪嘅，仲话佢系小甜甜嘅最爱添。而小甜甜对佢做嘅所有所有，一切都系出于爱。陈振聪曾经以两公婆嚟形容两个人嘅关系，佢就讲过，小甜甜会称佢为老公、老公猪、老公公、老豆猪咁，自己就叫小甜甜做猪猪，心肝宝贝。除咗有小甜甜标志嘅其中一条孖鞭，印有两个人合照嘅情侣杯，当中仲有被陈称为爱的馈赠，近20亿嘅巨款啊！陈振聪讲过，有次小甜甜要佢帮手除 bra， 剩翻 T 恤同底裤，令当时32岁嘅佢慨叹55岁嘅小甜甜竟然咁吸引嘛！仲曾经搬过上华茂顶楼起居室一齐住，到后嚟小甜甜病危，陈振聪就晚晚去帮佢按摩。讲到最肉麻啦话，莫过于曾经喺庭上播放过嘅两段私密片段。事不宜迟，开片。第一段全长50分钟，影低两个人去西贡游车河。小甜甜当日穿住热裤同高踭鞋，神情靓到咧，周不时向镜头献吻，仲坐到车顶想话除外套。阿陈生即刻话唔准，话除咗好 sexy， 但小甜甜冇理，除正件低胸背心。镜头一转啦，就去咗睇花啦喎。小甜甜仲夹胸嘟嘴，阿陈生又叫佢小心走光啊。咁后嚟转战海边，小甜甜不单止扑口水，仲想拉低吊带，陈生即时叫停。拍到呢一度，陈生就放低部 cam， 同佢发式激吻超过30秒，期间仲抄佢头、扫背、扫胸同 pat， 但俾佢拨开咗。之后小甜甜唔小心俾树枝整伤食指，佢就放入口啜啦。期间发出呻吟声，仲递只手指俾阿陈生添。仲有段片喺1993年拍嘅，当时着住小凤仙装嘅小甜甜，边哼歌边跳舞，话自己好似个裸女雕像。陈生即时 zoom 落个胸度，仲话对住心肝宝贝，实会有啲三级噶嘛。后来小甜甜喺贵妃椅上摆出各种姿势，跟住又镜头一转，仲好似照顾 BB 咁抱住个宠物猴子。不过随住陈振聪寻日两项伪造同使用虚假文件罪罪成，呢啲往事只能成为爱的追忆啊！医药堂虫草 CS4 连续4年全港销量 No.1， 我信医药堂。